0.3级，先来一波中，管你打不打都死。这波的细节有点太多了，说实话。一个鲨鱼。 命中 ，A 一下 E 起来，我有机会杀。对不起，我不杀你了，咱们走吧。蓝枪怎么在这呀？ 直接回家出了个金身再出来，枪怎么又来了呀？真的太稳健了！哎，我这 Q 的伤害被躲了。 不绕后了，兄弟们！对面有点招架不住了呀，也凑不到我这装备成型了呀。 觉得我打不到你是吗？我的鱼，你躲得掉？哎呦，我真服了！我想 Q 这个小兵 Q 回来的呀。 小法师好急啊！ 好想杀我这小法师，看到我一招，就跟疯掉了一样。九灯龙吗？哎，我死了，我操！
发挥空间有点小。